我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夕阳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对美好的向往。三二一，起来！夏风吹起的车，我们在热泪盈眶，不敢说的心话，就让风告诉吧。追溯过你影子，却被胆小给挟持，就让我再试一次，勇敢的和你对视。原来让让喜欢向日葵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记住今天顺利啊！让让在路上，你们请。但是他们的座位离我们有点远。哎，江家不是说快到了吗？怎么这么半天还？你是谁？你把江家给我还回来！这有这么隆重？那我们俩是不是穿的有点太随便了？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那我们先进去吧。啊啊！哎，你们先进去吧，我打个招呼去。啊，阿娜，你快点啊！不然，哎，叔叔，哎，来了，这个。不然，千羽哥第几个？什么？你知道千羽哥是第几个吗？啊！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喜欢千羽哥？一开始是被他弹吉他认真着迷的样子吸引了，后来接触后才发现，他成绩好，人品也好。你为了打篮球没送我的那一次，我第一次觉得回家的路好漫长。还好他最后出现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有人可以这么温柔。那天我们看了夕阳，后来我再也没看见这么好看。可能只有跟千羽哥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有这种小心翼翼又奇妙的心情吧。你再等我一会儿啊！是什么的呀？
哎，这俩人呢？谢宇哥。谢谢，要合照吗？哦，谢谢。去吧。恭喜你演出顺利。谢谢。你出国过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，我又不太会说话，所以就写了点东西给你。谢谢。我有个妹妹，也喜欢把感兴趣的事情写成信寄给我，你和他真的很像，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，就祝你学业顺利，早点长大，遇到一个对的人。千羽哥，你也要一直优秀下去，前程似锦我就不说了，那祝你天天开心吧。谢谢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信我还有好多错别字没改，有机会再给你吧。好。果然，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不能强求。换上吧。果然。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他们呢？他们在里面找千羽哥说话呢。有必要吗？穿不合脚的鞋，还把脚磨成这样。美丽的代价，你懂什么？你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？星星？一亿。至少2000亿颗。但是在这么多的星星里面，却找不出来两颗一模一样的。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，可能也在想，怎么这么多人里面就没有一模一样的？你也是。我认识的江家，没心没肺，大大咧咧，受了气一定要骂回去，也从不忍受莫名其妙的委屈。他不温柔，不体贴。但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每天总是乐呵呵的，傻不拉几。你至于把我的缺点都列举一遍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就是你，虽然不那么完美，但也独一无二。你不需要穿不合脚的鞋，做不熟悉的自己，独一无二的你也在闪闪发光。所以一次表白失败也没什么，没必要失魂落魄。
谁失魂落魄？千羽哥说我像他妹妹，仔细想想，当妹妹也不错啊。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改变？我可是钢铁心脏，好不好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这么厉害？那你上次月考数学没及格，你哭什么？啊，这学习道路上挫折就接受不了了？你非要提这茬吗？话说你这么开心干嘛？我打算一会儿去吃夜宵，想想就开心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下午还有课吧？一点半之前回去就行，但是如果现在不来的话，大家上课都不安心。哎，江家呢？第一千颗星星，代表幸运。谢谢。千羽哥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？年底，江一下雪的时候会回来的。下次回来的时候，希望你能成熟一点，小屁孩。我就只比你小一岁而已，而且我从小就早熟啊。你看小时候玩玩具哪次没让着你啊？你不喜欢才会让的。真正的喜欢是舍不得让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也该安检了。等你回来一起打球啊。好，祝你一切顺利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是我太舍不得千羽哥了，为什么感觉这么心慌呢？你难道不是因为下午期末考试出成绩吗？是不是还有20分钟就上课了？愣着干嘛呀？跑啊！让让，你英语考了95分，这一次试卷这么难，及格率只有20%。我刚才听他们说啊，说这次这种地域难度，有一个人英语竟然考了137。我觉得每次能进步一点就已经很好了，你不用管那些丧心病狂的人。真佩服你，连自己都骂。我看这次大家考的都挺好的，咱们暑假去白川吧。嗯。白川，阿让，妈妈不是不让你跟朋友出去玩，但是你马上就要上高二了，而且你这成绩，就拿你这次期末考试来说，英语才考了95分，你知道高考的时候一分差距有多大吗？之前来江姨也是你说，只要来这里就会好好学习，这边会更专心。现在看留在苏阳多好。哎，姐，这次考试难度大，还让这成绩算是不错的了。但是陆里的英语成绩无论难易，从来就没有低于过130，不能因为卷子难就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吧。自从来了江姨，我没有退步。而且我对虾过敏。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刚才就说你成绩，我给说忘了。我你吃点别的，吃点别的。哎，快吃饭，菜都凉了啊。姐，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呢出去看看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而且这不刚考完试吗？他们也是为了去那边看看白川的大学环境，好让自己啊回来以后加把劲儿。你这是做舅舅的，也不能总惯着他。
听你舅舅的。还有一个小时就发车了，让让怎么还不下来？不会被关家里了吧？哎，又或者，他昨天晚上就被他爸妈偷偷带回苏阳了。那我们把车票改到苏阳吧，反正去哪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整整齐齐的。哎，佳佳，不用改了，他来了。找身份证耽误了点时间，不好意思啊。哼，借口，绝对是借口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家偷偷造型？我们沿途的那趟火车不仅有湖泊，而且还有平原，可好看，相机都带。哎呀，去火车上聊吧，快来不及了。你还等什么？走，出发。等等我们。对吧？哎哎，对啊！来，准备，三。啊！第一。哎，你还没开呢，你怎么在地球某个裂缝，有片平行时空，那里有我们最美的光景。我想陪你一起看璀璨烟火。想和你去世界每个角落，哪怕风雨再多，我们一起走过，中途或者也是另一种景色。想陪你一起去脚海湖泊，想和你天涯海角都不分隔，看那满天星河，无论时间还多，你的每分每秒都是彩色。想陪你一起去茄子，跟朋友一起出来玩真好。也算，就算是闲逛一天，也不觉得是浪费时间。就在那边，你看那个路子。江家，那大脑袋挡我一半镜头。那你应该庆幸，镜头里至少有一半是有价值的。嗯，没有你的另一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顺便给你拍一张吧。这样可以吗？你能笑得再虚假点吗？这个姿势，拍个照都笨手笨脚的。懒得理你。走走走，我请你们吃冰淇淋。不理。好看啊！怎么了？我钱包没了。啊？是那个粉色的吗？就是那个。那完了，我跟顾然的钱在里边。我刚刚买糖葫芦的时候还付钱了呢，怎么没有了呢？怎么办呀？没事，你好好找找，是不是不小心放哪儿没拿呀？我想不到啊，是不是被偷了呀？我一个人的就算了，那么多钱都在里面呢。你别着急，我们也没走多远，我去找找啊。哎，我们就回去问一下沿途的摊主，说不定能找到啊。走吧。今天晚上月亮多好看！哎，是这样，我们嘛，每个人的记忆都有限，所以要记住那些美好的事情。你看看你，
愁眉苦脸的都不好看了，还是笑姐好看。哎，都怪我，把你们的钱都弄丢了。怪你什么？我自己懒得拿钱，我放你那儿呢。而且你已经很厉害了，我们这几天什么心都没操。要是我，哼，钱早没了。对啊，这事儿不怪你啊。没事儿，我还有钱呢，大家一起用啊。嗯，我也有。但是我们不是说好了明天去游乐场吗？那些钱肯定不够。哎，钱没了可以再赚啊！我们出来玩又不是一定要去哪儿，体验一下没有体验过也挺好的呀。我同意。我去，多少能补偿一下大家。嗯，我也是。哎呀，以我这身材这颜值，必须得发挥他们最大的用处。所以我觉得安保大队长非常的适合。不错，还挺合适的。这样吧，你俩去外边吧。今天余票能剩下多少，那就看你们俩的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些先拿着，都发完了再来找我拿，好吧？慢点啊，别磕坏了。不是，他难道没有发现我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我这张惊世骇俗的脸吗？上午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遮起来，你知足吧。官方都去拧螺丝去了，连再再跟张路让都去搬器材了，我们这算轻松的了。哎呀，你就算穿这个也挺帅的啊。就算，哎，你的意思是原本更帅呗？你仔细说说呀，哪儿帅呀？眼睛鼻子呀？江小佳，原来你对我是这种想法呀？你好烦啊！放这儿吧。来，谢谢。谢谢院长。好像号码牌忘记拿了呀。那个小妹妹，要不你回一下刚刚那层楼，应该是落在器材间了，跟荧光棒放在一起，只有一袋，不是很重的。这些东西我得赶紧带他们搬过去。啊，哎，要不然我去吧。你去了，他要帮你搬你手里的东西，应该搬不动吧？没关系的，我就去去就回，很快的。哦，你们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就是普通朋友。我又没说什么。是的。是这个吧？进门右转第三间，刚刚是从右边进来的，那现在是这边。锁了，没事没事，大不了换个方向走嘛。这么大点地方，我就不信走不出去了。
别在那装神弄鬼吓唬人，我可不怕你。又不怕了？是不是有你吗？你好，喂，能听到吗？这是我的手机，你是不是捡到了？你在哪儿？器材室外边的走廊。我就知道是掉那儿了，哥们儿太感谢了，你放那儿，我马上去拿。这样，我晚上请你吃个饭吧。嗯，不用。换个铃声就行。你是不是有超出常人的魔力，不然怎么轻轻触动我的心？该不该要不要向你说明，走吧。你万分之外的欢喜，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些捉襟，能下次相遇我先说明。这么有精力、啊、哎我不行了，这头套里简直像是蒸桑拿，还要又蹦又跳的，差点喘不上气儿了。我谁让你又蹦又跳的了？不是说把传单发完不就行了吗？我不那样他们根本就不理我。看我的！承担。太能偷懒了吧，一点职业精神都没有。你别说，效果还挺好。那当然，你不看是谁想的办法。喏，你们几个一起的。不对呀、啊，我提前算过应该是355啊。啊，扣了30，因为有人投诉你们俩工作有问题。但我们宣传单都发完了呀。就是啊，而且我们工作完全没有问题好吗？效果显著，事半功倍。我不服。我也不服。是因为有人投诉你们俩挡路。啊，这样呀、啊、哎，谢谢啊。哎，终于有钱了，那我们明天去哪玩？感觉好奇妙啊，没钱的时候想着赚钱，这赚到钱了，一时间还不知道明天该干什么。哎呀，今天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听他们说了好多音乐节的事情，哎呀，我都没看过。怎么了？你们要买票，但你们钱不够啊。你们五个人赚的，只够四个人的票钱。大哥，你就通融一下嘛！我们几个干了一天的活，就想看看音乐节，以前都没见过。没错，如果这次看不见，那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了。多年以后，我怎么会想起这一天？有一位大哥，在我们困难的时候，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嗯。你以后就是我亲哥了。哎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自己再添20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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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看你们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我这儿呢还有几张余票，拿起来。
硬币你们自己留着吧，啊，总不能干了一天，一分钱都没有吧？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走。也就是这个年纪啊，才这么容易开心。哎呀，我后天回去。那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哎，本来说好要补两个月英语的，现在估计只能一个月了。陆里在家都已经自学完了高三上学期的内容。阿让，你也要有点紧迫感啊。行，那我后天去车站接你吧。不用，我和朋友们一起。一直觉得这个冰棍要分着吃才好吃，可惜我没有弟弟妹妹，以前买来都是我一个人吃。让让，你家也只有你一个吗？我有个弟弟。弟弟？那你们长得像吗？应该还挺像。性格也像吗？不像，他性格很好。你也很好。不对，你更好。那你们两个谁更好看？我弟弟。不对，让让最好看。可能只有你这样觉得。你看，这剩下的五个硬币，我们刚好一人一个。以前我从来没有靠自己赚到过钱，我本来觉得这么特殊的一块钱，我一定要带回去好好保存起来。但现在，我送你了。你说只有我觉得你比你弟弟好，我不仅觉得你比你弟弟好，而且我还会一直都这么觉得。他如果是100分，那你就是101分，这一分特殊我永远都留给你。冰棍很好吃。下次我请你。好。对。凑近过来，这有第五次了，额头都弹肿。弹完了？你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？我刚刚手滑了，不算啊。那也不行啊，我太走音了。带他们回来了，不是千羽哥，他说在英国差不多适应了。千羽哥，他还说什么了？我找到了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人。哎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哎，不是，慢点啊，我还没看清楚呢。啊，那个，哎，我可乐没了，你们还有吗？要不要再去买点？
可乐，我房间有，我去拿哈。江江，江江，江江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想什么呢？心不在焉的。千羽哥有女朋友啦？那，你没事儿吧？没事啊，我就是觉得好突然啊！原来缘分到的时候真的没有铺垫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女生真好看，千羽哥跟她在一起的时候笑得好开心。看来你之前真的只是把她当哥哥，应该是吧？哎，眼睛进东西了。你没事吧？你别那么用力揉。哎，奶奶，您等一会儿啊，我这信号不太好，我上天台看一看啊。没事吧？现在好多了。你不是给你奶奶打电话去了吗？这么快？我刚准备去天台，但是我看见江家在天台上哭，我就回来了。这千羽哥找女朋友这事儿，对他打击这么大吗？他很伤心吗？一直在揉眼睛。哎呀，明天去音乐节，他应该能开心点吧。哎，你别闹！哎，你快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了，时间不长。好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。来个三。下雨里突然起来的小雨，不会拉开的序曲。那是不戴口罩坐在第一排的你。哎，仔仔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好像是在那儿画的。哎，走去看看。你们好，要画个小图案吗？最近很流行的呀。那你们要画什么呢？哎，给我画个白云吧，像我这个人一样比较自由。那我要星星。那我也要星星。你干嘛跟我一样？天上星星就一颗，谁跟你一样？你给我画个太阳吧，我的外号就叫小太阳，跟夏天简直不要太配。当然，你呢？嗯，向日葵。亮亮，你喜欢向日葵啊？我以前都不知道。别打电话了。哎，走走走。哎哎哎哎！行了行了。今天大家准备好和我们的乐队一起嗨起来了吗？哎，我奶奶要是来了就好了，她最喜欢热闹了。你回去告诉奶奶呗。翻来覆去也不愿清醒，你是不是有超出常人的魔力，不然怎么轻轻触动我的心？该不该要不要向你说明对你万分之外的欢喜，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些捉襟，那下次相遇我先说明。我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，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心就让风告诉吧，吹拂过你影子，却被
没法去鲁了，还是待在香港周城。我们现在在音乐节的现场，是不是超级热闹？我还是第一次来呢，人真的超级多。哎，贝贝，你这个 DV 拍人真是一绝啊，把我都拍成夸赞脸了，真好看。在找好看的人吗？在这儿呢。你能不能别这么神出鬼没的？哎，要不要再拍一个帅哥？不要浪费那个。我不介意，但是要拍最帅的。回头我就自己买。我跟你拼单。原来向日葵和小太阳是互相照亮彼此的。原来向日葵和小太阳是互相照亮彼此的。我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，也没办法说明。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，让我遇见给我勇气。